哎，兄弟们，为什么我周围都是沙子呀？难道这里是沙子大陆吗？我去，兄弟们，然后这里有个箱子，咱们打开看一下好吧？里面有一个碎笔，咱们看一下里面写的是什么好吧？沙神你好，我刚知道原来你是沙子神，不是啊，作者啊，我不是沙子神好吗？你是这个神话小说看多了吗？怎么沙子神呀？我去。所以这次就是沙子大陆，看你如何打败海神汤神。不是作者，这沙子我怎么打败呀？我去，开玩笑的，我去。海神汤神是水，你是沙，你打败他应该很简单吧？作者打不打败我不知道，但是水和沙子在一块不就成泥土了吗？我去。要是你超估了，我就把小武术给现在点上扣66的人。哎呀，作者你是真不怕三哥的锤子在锤你是吧？我去。哇，兄弟们，这就是海神汤神吧？我去，三哥，我去，三哥的锤子，我去。好帅呀，我去！不过他这个锤子好怪呀，我去！然后这前面还有个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啥玩意？商人，这不是一拳超人吗？我去！然后兄弟们，10000个项目可以换一个超级生产，这不是、啊、这超级生产，你作者开玩笑呢？对。然后1000个沙子换100个木头，然后100个木头换一个小福袋，然后10000个木头换一个神秘大地，这不是神秘大地吗？我去，然后就是一个沙子换一个福地，点着带走什么东西？来，兄弟们，咱们挖一下沙子，看一下这个福地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哎，咱们换下来，哎，福地点赞带走，兄弟们，这个是点赞带走，不错哟，兄弟们。素晴らしい。然后兄弟们，这个10000个木头可以换一个神秘大地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神秘大地该不会是坑咱们木头的吧？我去。哇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沙子要换木头，咱们这要挖到啥时候啊？我去，兄弟们，哎吧，兄弟们，废话多说，赶快挖一点这个沙子好吧。OK， 兄弟们，咱们挖了一点沙子好吧，就一点好吧，3100个沙子啊，就这么一丢丢好吧。哎，咱们现在可以回去换那个小福袋了，兄弟们，来吧，兄弟们，直接开换好吧。等等，兄弟们，咱们需要先换的这个原木，我去，先换的这个项目才能换这个小福袋，我去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咱们开一下好吧，小福袋，兄弟们，哎，这个小福袋怎么还会打人呢？我去，兄弟们，我小福袋会打人，掉幸运方块了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还掉了一个转换桌，我去，死鬼，哇，兄弟们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咱们再来一招吧，兄弟们，再来一次，又掉了一个转换桌，我去，哇，兄弟们，这。不就牛皮了吗？这不就富起来了吗？兄弟们，哦，兄弟们又掉一个箱子，什么东西？这箱子上面写的里边全是神器，不会吧，兄弟们，里边全是神器？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开一下好吧，里边全是神器。不是作者，你告诉我这是神器，我去、啊。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还是开咱们的幸运方块吧，我去啊。啊，咱们先把枪械的开了，好吧，来吧，给我来把大狙，好吧，求你高。什么东西？空气。来吧，兄弟们，咱们再来一次，好吧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啥玩意没有？好像是一个怪物，兄弟们，没关系，好吧，又一个空气，没事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一个熔炉。兄弟们，感觉咱们这今天这有点不行啊，我卡了一个小煞神，我去。哇，兄弟们，一堆暗物质胸甲呀，我去，暗物质套装，还有一个稿子，我去。哎，兄弟们，卖一卖，好吧，卖一卖。哎，奥迪 gay 呀，哎，兄弟们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咱们开一下无尽修方块，好吧，来吧，祝我粉丝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年有余。啊，心想事成，我开，兄弟们，空气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有点不给力啊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无尽矿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现在的表情这么表情吧，你最开心的表情，你们打出来我看看，好吧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一卖，这不就是直接有钱呢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可以卖这个10000个项目呀，我去，10000个项目什么概念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这随便买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么有钱了，我去，素晴らしい，哎，咱们亏100，这个10000个项目就亏10000个项目，好吧，咱们啊不用担心，好吧，咱们这么富呢，对吧？哦，对了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个煞神秀包还没开呢，咱们先把这个。幸福包给我开了，好吧，来吧，祝我粉丝们每天开心，我开，兄弟们，哎，一个胸甲，我去，傻子的高级胸甲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鬼？我去，这玩意比这个暗物质还牛皮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咱们这今天这什么运气啊？我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兄弟们，这个没用啊！我去。OK， 兄弟们，咱们东西开完了，咱们现在都可以开咱们这个神秘大底了。我去，来吧，点赞的都是我爸爸，你们希望是个好东西，好吧？我开，兄弟们，这个什么东西？
氪金萝莉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氪金萝莉，我去，哇，兄弟们，这海市套餐这玩意咋，这海市套餐自闭了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都不想打这个海市套餐的，这刚把波地打开，他就嗝屁了，我去，哇，兄弟们，这就打完了，这太简单了吧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赶紧点赞扣丢丢啊，我去，兄弟们，小五送给你们，小五啊，多么可爱呀，我去，小五。